能听出这小子太正了。两个院子回去的两个屋子
念佛的。是既禅修的人，隔一段时间改见怎样都能白修了。是，你不用全面修的。改见怎样都能白修了，那你还不退呢？不是，还没有听完你就在修。你那本子看见他进修右，他就加熬夜。半夜二十天。半夜二十天。嗯的，嗯。你看咋个是大事？
张出来就得，慢慢的，不要不中了，你了。